以明治道理，第一场看是顺敌对总统。好，魔王，哇，一个乾隆也带到角落，魔王一样是角色，哦，角色一样是他惯用的三只。那小孩比较出红丸，我比较意外。小孩居然没有出将军，对，他竟然出红丸。 那可能是对增加这个雷欧娜有想法，对，因为他们太常打，哇，刚刚那个连段失误的样子，反正这就是我们中东的玩法，四四四四四四，吼吼吼吼吼吼，葵花葵花葵花，刚刚中东要跳 C 打被，但是直接被小孩一个中，又被快掉，还剩一点血，好，能不能摸回来，摸到就赢了。 有了，没关系，这个打背漂亮，先拿掉第一只，我们中东任务就完成了，啊，可以拿到第二只是超额完成。小孩选择了红丸，因为红丸在打中东的时候是非常有利的，因为一直压制进攻的话，其实中东也是蛮难受的。 虽然红丸已经没有上，直接抬对空，漂亮！这个翻译实在是不是一般的。有了，小孩会不会直接跨起来？会带走吗？没有，可惜。那这中东你看，他要超额完成他的任务了吗？这一不打好，就会莫名其妙被带走两只。有了，漂亮！ 中东已经完成他的超额任务，超额任务，那能不能完美的达成任务？<笑>就是看能不能带走第三只。小孩招牌角色八神，但不要想说小孩已经第三只，我们太多比赛都是看小孩第三只八神直接打，逆转，直接逆转三只。哎，为什么？哎，居然是一个失误，太可惜。有了，有了，两气给他，两气给他。 看一看这中东这个快红血，快红血。SNK 不看一下吗？<笑>制作人可以看一下吗？SNK 可以看一下。哇！刚刚小孩选择舍弃。好，剩下是最强的中东已经挂了，剩下两只。没关系，他现在是他最有灵魂的角色，雷欧娜。我们相信他，雷欧娜。可是武器的八神也太可怕了吧！ 而且八神打雷欧娜，其实雷欧娜是狙击两场劣势，只要两道BC雷欧娜就拜拜了。而且有了，强选吗？哦，直接来个最难的连段，那个放枪力有点高。挡住，哎，没有办法去，居然没办法去，继续折。 好，继续折雷欧娜，雷欧娜，雷欧娜，摸，摸奖手，摸奖手，好，继续，因为他可能怕小孩鬼烧，对，不能跳，不能跳。好，雷欧娜开始跳探狗，前前后后。哦，这个中段，冲过来，中段，非常有勇气，带走，带走。好，最后一只百合，百合能不能把这一点血量的八神打掉嘞？ 哦，看得我好紧张，手心一冒汗，对，各位看不到哈。其实百合只要打到一套 BC 就可以带走，但是小孩的防守能力跟进攻能力都很强。奶油拳，奶油拳，奶油拳，好，陈家正调选择这个跳叉空叉，就是为了骗小孩的鬼烧。 小孩的衣服要就是这样被骗到，然后被打死。其实八神只有一条气，是百合的压力比较没有这么大。哎，有了，漂亮！各位嗨起来呀！台湾观众嗨起来！好，我们陈家正先抢下一局，压力在小孩这边，然后只要在顺利再拿下一局，我们可以跟小孩 say hello， say hello。 哦，小孩选择了换角色，会出将军吗？会啦，霸凌妹啦，白面出将军的啦。因为他的红丸策略在刚才说是失败的。对，因为红丸其实几乎没什么贡献，对，没什么贡献。
来看看是不是？哎，没有哦，他选择了。哎，我没有看错，他选择了。哎，是魔王用瞬影吗？等一下，这个顺序。先看一下。我刚刚看到了纳吉德。啊，哎，好像是小孩选择了用纳吉德，哎。真的吗？嗯。他昨天之前有出纳吉德过吗？好像没有。还是这是他秘密武器？哎，真的哎，用纳吉德。大家看他的纳吉德，前冲拳直接被葵花吃掉。好，冲锋一直试吃，因为他要压剑击他的脚来了，飞踢来了。好，角落这个连段继续压制，然后顺影直接一个跳低把他打下来。纳吉德现在血量也非常多，只要再踹到一脚，应该也就赢了。有了，哎、欸，没有选择，应该可能选择打点太高，可能打不到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大招，漂亮，漂亮。之前纳吉德完全没有消耗到气的资源，对，他就直接用立回跟普通的连段就把小孩顺影带走，非常的划算。因为我第一次看到小孩的中东女儿，看看她怎么发挥。对啊，纳吉德不知道她会有什么不一样的玩法。个人觉得不会不一样，都一样。对，都是。哎，这个二 A 点的漂亮。哦，他还用最方向力比较高的接了三段，因为那个要慢出，你只要稍微时间点不对的话，你的葵花是打不到三段。漂亮，漂亮，漂亮。纳吉德。我们的增加阵的纳吉德完全没有达到，现在都是没有损伤啊，完全没有损伤到他的血量，资源也没什么花到。哦耶哦耶哦耶！跳低哦，一个百合折应该会花气啊，会抢血吗？一定会抢啊，因为他气脚满的，不花没意义啊。漂亮，啊、可惜。有了有了，哇，又是一个大伤害。保龄球，给他保龄球，快点，丢个保龄球给他。我压制完之后，后后又要击他的脚，他提起脚。这是中东能不能完美的完成任务，就看这一局。哎、欸、哎，可惜的血风没抓到，有了，中东要完成任务了吗？完成了，哇！